的钢琴歌曲让人陶醉其中。因电影荣获金马奖杰出电影工作者的男主角黄玉祥，26日在乌来的饭店业者举办慈善音乐会，邀请黄玉祥一同参与，帮助同样热爱音乐的乌来国中小学童筹措出国表演经费。而乌来国中小的学童也在现场表演了泰雅族传统歌谣，以歌声来感谢。就是开心啊，因为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另外一个世界看一看，这样很高兴，就是有人可以赞助我们，然后也去看看别人的天空是怎样的天空。目前饭店业者已经募得了150,000的经费，转交给学校作为学生出国基金，并期望借由这一次的慈善音乐会来抛砖引玉，让大众一同响应。募到了一个第一笔的基金，就是150,000台币，那我们就将这150,000台币，我们就当成未来在国中小的朋友中间专用的，那我们也希望说有第一次的抛砖引玉，那也能够带动到其他人。从即日起一直到明年3月，饭店业者将提供住宿与泡汤券，举行爱心义卖活动，而所得将全数捐给乌来国中小，希望大家透过行动一同来帮助孩子出国增广见闻，也能让泰雅音乐传唱国际。记者们，阿鲁新北市乌来采访报道。